均匀，分为矶阵式喂料机与直线式喂料机两种。矶阵式喂料机采用 PE 俄式破碎机，本系列产品具有短轴板、低悬挂、大摆角，使用寿命长，破碎比大，产品力度均匀，结构简单，工作可靠，维修简便，运行费用经济等优势及特点，广泛运用于矿山、冶炼、建材、公路、铁路、水利和化学工业等领域，用于破碎抗压强度不超过350兆帕的各种物料，为初级破碎的首选设备。圆锥式破碎机，本系列产品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及质量，结构简单，便于维修，维修费用低，耐磨易损件易于快速更换，减少了停机时间，可在中碎、细碎、超细作业提供无与伦比的破碎性。此破碎机是我公司经过吸收世界先进破碎技术研制出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圆锥破碎机，广泛应用于冶金、建筑、水电、交通、化工、建材工业中，适合破碎坚硬、中等硬度以上的各种矿石、岩石，高性能破碎枪型与高破碎频率的完美结合，使得本机处理能力大大提高。又由于采用的层压破碎原理，故破碎产品多为立方结构，极大程度上减少了针片状物料。本机性能可靠，操作方便，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设备无故障运行率将超过95%。